这把你呢，红方一车双炮一马，黑方这边车沉底一将，就将死红方了，或者炮走开一将。现在红方先走，红方首先炮一平五一将，这时候黑方这边有条车，将崴不到这边，这边有马，将也崴不到这边，只有飞象。这个时候退马一将，这时候不能崴将。如果崴将的话，这边车一将就形成了杀棋。将军的时候，崴将不行，这边车迎头一将杀棋，只有落象。落象的话，跳马再一将，只有飞象，飞象或落象，这边进车一将，只有下将，利用马的力量进车一将。下将的话，这个时候。不能跳马到这个位置，将军。如果将军的话，这边马踹掉这个炮。如果你在卧槽将的话，这边有个解杀还杀，退炮别住马腿，这边车将军形成杀棋。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不能跳到这儿将，应该跳到这边一将。这个时候马不敢踹掉这个炮，踹炮的话这边马挂角一将就形成杀棋。将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不能落象。如果落象的话，跳马一将是杀棋。只有称势，称势的话，车吃势一将，将不能崴到这边来。崴到这边来的话，一将上来，跳马再一将，只有继续上将。这边再一将，形成杀棋。所以说，将军的时候，黑方只有将五平六。之后依然进车一将，只有上将，跳马一将，只有上将。这个时候退车一将，利用马的力量，这也是一步不容易想到的好棋。你只有落象或者飞象，吃掉的话，这边进炮一将，飞象的话，这边再进炮一将，这样就形成了杀棋。这边马掩护这个炮，这盘棋呢也是比较精妙的。